佛教呢，就是主要的是就有几大法印，就是我们叫的三法印或者四法印，你们都听过。这个法印呢，就是真正的佛教的世界观了。古往今来呢，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在不断的追寻探索，希望能找到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定理。从经典的物理学啊，一直到现代的科学，他们都想解释。爱因斯坦研究了很久哈，一直想搞一个统一常论，但是最后也没有结果。他的相对论呢，也被很多人质疑，因为相对论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。科学家现在也走入到一个瓶颈的，无法突破，他们不能自圆其说。就是量子力学也不能自圆其说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，到现在还处在一个猜疑的状态。包括相对论也是这样的，并不像他们说的一样，相对论已经是得到了认证的，相对论根本就没有得到认证。量子力学呢的应用方面是已经得到了应用，但是它理论上还没有得到自圆其说。他们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了，走不出来了，就是到现在还是一样。所以现在科学家呢已经转换了方向，他们开始研究生命科学啊，心灵科学。佛陀呢就是认为哈，世界呢有一个共同的原理，就是三法印，或者叫四法印。诸行无常，有漏皆苦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这个是宇宙的真理啊，共同的公理我们要讲。那么一切世间的任何规律总结出来的定理，都是从这几个公理推出来的，所以叫公理呢。公理呢，它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不需要推，你通过限量的观察就可以观察得到。就像我们说，一切万物都有惯性，要不保持静止，要不保持匀速直线运动，物体都有惯性，这个不是定理，这叫公理啊，它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的。事物的运动有惯性，我们的心的作用也有惯性，这个惯性呢它就是公理。三法印呢，这也是公理。第一个诸行无常，诸行无常呢说这个万事万物呢就是非恒常性，就小到原子、电子，原子内部有夸克，大到地球、星系乃至整个宇宙啊，这是物质，还有我们的心识，没有任何身心啊、事物啊是恒常不变的，都是刹那生灭的啊，并不是停留一段时间的。它这个变化呀，不是停一会儿在变的，而是每一刹那都在变。任何事物都是依赖各种因缘条件刹那生灭的，这是万事万物的真相。因为我们的心在动，我们的心刹那刹那都在生灭，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一切都在刹那生灭当中。第二条定理呢是讲无我，也叫无自性。说万物呢没有主宰性，没有我了，那当然就没有主宰性了，非主宰性，一切万事万物包括一切生命都没有主宰性，没有一个可以主宰世界的事物啊，也就是说没有上帝，没有我了，当然也没有上帝了啊，没有一个主宰世界的万能的上帝。这个无我呢也包括呢就是我们的身心五蕴，我们的身心呢分成五大类，色受想行识也是没有主宰性，里面没有一个可以主宰这个五蕴的事物存在。一切现象呢都是因缘和合，都是缘起性啊，那没有任何事物是唯一不变的有主宰性的东西。那佛教的叫没有自性，自就是自身啊，性呢就是本性，不会改变的一种性质，自身没有这种不会改变的一种性质存在。
那么这个叫无我啊，也叫无自性。第三个是涅槃寂静，告诉我们的这样，就是消除我们内心的迷惑、无明、颠倒执着、烦恼，心灵呢获得一种最大的宁静和自由。因为我们凡夫就是迷惑颠倒，然后执着造作，然后生起无量无边的烦恼和痛苦。通过修行呢，可以回归，先破除这个迷惑，破除这个无明，知道真相，然后呢就不再颠倒执着了，慢慢的这个烦恼就平息了，痛苦也消失了。在你最后呢，一切烦恼都消失了，一切痛苦也没有了，那个就是涅槃。这个涅槃呢，当然还有小乘的，有大乘的啊，还不一样。小乘的涅槃不是究竟的涅槃，只有圆满的佛陀才是究竟的。小乘的涅槃还是不究竟啊，不圆满的涅槃，它偏空涅槃，所以它还是有一点执着，不圆满。也就是说涅槃本来是没有生灭的，就是不生不灭才叫涅槃。但是小乘的涅槃呢还有生灭。它这个生灭不是六道轮回的生灭啊，它是自身的一个境界。它还有所执着，所以说它还有一点微细的障碍或者是叫生灭。只有佛陀呢才是最究竟圆满的涅槃。也叫无住涅槃。这个才是宇宙的真相。涅槃呢是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一体了。就达到那个境界以后，那整个宇宙就是一体的，真的是统一的啊。我们的心可以最终回归到那种状态下。那个心是没有执着于我，也没有执着众生没有执着一切假象是存在的，实有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是三法印。这有漏皆苦呢是其中加进去的一个法印，叫四法印。那么有漏皆苦呢也可以算一个法印。就是讲在世间一切有漏的造作都是苦，都是一种逼迫感。苦就是逼迫的意思，就是没有自由，内心感到难受其实不管是坏苦也好，苦苦也好，都是一种逼迫感，不自由的感觉。三法印呢，它对应的这个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里开始去追求真理，然后呢修炼，最后印证正道，就是你的心达到了这个状态，证实了，现证了你的心证到了这个无常，证到了无我，也证到了涅槃寂静。所以所谓的证就是心证了离开了心，你还真用什么东西来证呢？是吧？没有东西可证，就是心真的进入那个状态了。那么这个是可以做到的，这个不是幻想。凡夫呢，因为无量劫的轮回，他就停留在某种状态当中，他就生活在某一个时空里面，出不来了它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面，它无法突破，这是一期生命。等它死了以后，它有可能会切换到其他的时空里面，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不断的切换，不断的生死你死了以后，它有可能会切换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，当然也有可能继续在这个时空里投胎转世。这个心呢，它不可能断灭掉，因为它执着有我嘛。这个我虽然是没有，但是它因为颠倒执着有我，执着力非常强，导致呢它就会产生中阴身，然后继续轮回。所以说轮回呢本身也是因为颠倒执着产生的，并不是本来就有轮回，轮回也是一个梦。当你的我执没有了，这个轮回的梦就醒了。本来是没有我的，现在你执着有个我，这个心呢因为无明的缘故颠倒执着有我了现在你认识无我了，破了这个无明，那你醒过来了，然后你不断的去修炼，慢慢的把这个我执去干净，
我这不是说认识到了就能去干，他还得修炼。而且我执太坚固，虽然你已经认识到我，甚至可以出证到我，但是呢他还得经过长期的串习，慢慢的把这个我执啊去干净，那你的心呢一点自我的执着都没有了，那个时候那你就真的是超越轮回了。当然这个小我没有了，那就是阿罗汉了。阿罗汉呢他还有一个法我，法我执它是更大的一个我，它是个大我，这个大我有还没有去掉，这个大我就是法我，执着一个涅槃，执着法界的啊，它还有这个法我执，他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，认为涅槃是实有的，永恒不变的啊。其实呢，阿罗汉的涅槃呢，还是有生灭，还没有究竟嘛，所以呢，他还是有无明。阿罗汉还没有破根本无明，他破了部分的无明，那所以说呢还要修，修呢把这个法我执破了以后，那就更上一层了，那就可以再进一步见到实相，这个实相呢就是究竟的实相。当然我们见到了无常也是实相，我们见到无我也是实相，这个还不是究竟的实相呢，还是接近真相的一个实相。就是以前我们执着常了，现在我们知道无常了，这就是一个真相，是吧？真相就是实相嘛，真实真实嘛，真相和实相是一个意思。那我们要认识这个三法印呢，要通过学习佛陀的教法，学习佛陀的教理，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了知世界。